死我啦，小妹妹，一百年记唔吓得噶啦。哎，呢份礼物系咪送俾我噶？礼物咧要听日先拆得噶嘛，加上我都未包完。快啲包啦，快啲包啦！好啦好啦，嗱，首先咧你要有一张大嘅红色纸，长条形嘅黑色纸，长条形金色纸，同埋一堆棉花。首先用红色纸包咗份礼物先，之后再用黑色纸围住个盒包一圈，跟住再将金色嘅纸围成一个空心嘅长方形黐喺黑色纸中间，最后再用棉花装饰盒嘅顶端。如果不想买包装纸，你可以将食完的薯片袋洗干净之后反转它，将礼物放入去，再用丝带绑好，这样就够晒环保了。交换礼物。好。交换礼物。又交换。交换礼物。换到几时啊？